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发现生冷冲冲什么冲天，生冷冲天，他的手特别冷，特别冷，他的鞋比较的撅，真的、啊，你要感觉那个发音还是不准确，还是不行，你再生冷冲撅啊，生冷冲撅啊，您那个太温柔了，啊、不行，回去我要好好练练，一定要咬后槽牙，生冷冲撅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给我。哎，我发现现场有很多你的粉丝，哎，是吧？对，而且是有备而来的，是吧？你干脆把花献上来吧，要不然您一直抱着，我觉得挺沉的。嗯、把负担给描补完了。哟、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谢谢，看人家多实在，谢谢搁这儿吧，搁这儿吧，来来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豆花啊。豆环啊，豆环，哎呀，你喜欢吃豆腐是吧？不是，是因为我那个拍，我先放地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跪着放，嗯，因为因为刚拍完那个走西口，走西口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就叫豆花啊。到处影迷都送你豆花，哎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我自己这么懵的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那我太聪明了，记一点。不过说起这个苗圃吧，我觉得你也挺行的。我看，因为最近正好这个闯关东嘛，全国都在播。但是其中有一些镜头，好像是那个应该是什么叫什么，反正是飞起来的，张上飞。你自己飞的吗？还是自己飞的？你不找个替身什么的？我开始这么想的，我后来李艾不在，后来因为说你试试吧，我看着有那些他们专门玩飞的那些人飞的挺好玩的，但我就试了一次，哎，飞完这一次之后就上瘾了，特别好玩，真的特别好玩，好玩就是他不是每一次都按照这个轨迹走，他有一会儿，对，他一会儿就有时候飞到这个石林里头了，一会儿又不见了，只飞到这个树茬子里面去了，但不会上树了这样的，不会有危险吗？我就衣服被那个雪爬犁挂着的话，就跟着拖着走，就一直拖着走着。那你身上没有受伤啊？没有，因为穿得很厚。那脸呢？会不会碰到？哎，我可鸡贼了，我可鸡贼脸了，就身上可能会肘部呀、膝部会有，但是脸都还好。那如果你不找替身的，你的那个延迟费会更高吗？这个我没。